你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，忘了，还是不想告诉我。你救我，我是你的仆人。四面，看你这样，可真不像是居人之下听人命令的人。我不想要你，刁大爷，刁大爷，这一看您啊，就相貌英武，身姿不凡，爪力惊人啊，一看就是雕中王者，天空霸主。这小的呀是十分佩服，不过今日啊，是真不能让您吃这个肥肥了。究竟是谁？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，我无力自保，无人相依，无处可去，不得已四处流浪。二十多年前来到清水镇做了文小六。大人，您确实是天姿国色，小的也不是不愿意伺候您，不过。啊，大人！啊，哎，一次配不出，就拿你身体的一部分换。第一次就没用的耳朵吧，两次之后就鼻子吧，鼻子削掉了，只是丑点儿。放心，我不会剁你的手，他们要用来配药。这都明白，大人，大人。大人，有人私闯军营。《长相思》第一季，随选随看，请至 MOD 影剧馆 Plus 观赏。